大家好，我是 Alex。 今天呢，現在我去到日比谷東京中城這個附近呢，就拍這個夜景的。其實有一點聖誕節之前呢，11月中現在那些燈飾已經開始亮燈的了，那可以拍照。那現場也看到有些日本的影友在拍照相的，不過落腳架的呢就得我和另外我看到有一支的，其他都是用手揸。反而呢那些其他的四周圍的人用電話拍是最多的。咁啊，而家其實好凍下喎。咁晏晝咧，我著一件恤衫咧，有太陽曬住咧，我有時會出汗添。咁到夜晚而家咧，得翻幾度嘅啫。咁我而家著咗外套咧，都凍到陣陣地嘅嚇。咁啊，影相咧為咗方便啦，咁我就有支鏡頭，所以你見到脹卜卜嘅。咁其實我塞嗰支 zoom 鏡喺度。咁另外咧，而家機身上面咧嗰支就係 super wide 嚟嘅，21，咁即係大約等於咧17mm 度。咁先前咧，我就用支35-75mm 嘅 zoom 鏡啦，咁啊影咗一輪先。跟住咧就唔想換嚟換去啊嘛，咁跟住咧我就換咗支而家支 Super Wide。咁影呢度夜景咧，少少技巧啦。咁始終咧人來人往，我落咗腳架咧都要小心啊，即係整到人哋啦。咁我都好，我平時咧嚇有個閃燈紅燈咧我都著咗啦。咁所以咧好多四周圍嘅人咧行過離遠都見到個紅燈咧，咁佢就唔會踩到我啲腳啦。咁我都盡量咧避開啲最繁忙嘅地方，喺啲即係少人行嘅地方，我落腳架去影相嘅。咁無可避免啦，都會有啲人喺燈飾度前面行嚟去嘅。咁我哋有個方法嘅，就係盡量用慢少少快門。咁譬如話用收個十六光圈啦。咁兩個好處嘅，第一用十六光圈 ISO 100或者有時200啦。咁咧嗰啲嘅曝光時間咧就會偏長嘅，咁啊幾秒啊，甚至乎有啲暗少少咧，十零秒都有嘅喎。咁如果有人行過咧，其實嗰十零秒曝光咧嘅，如果佢著黑深色嘅衫咧，基本上睇佢唔到添。咁如果你又著啲淺白色嘅衫啊，咁經過咧，或者有少少咧朦朦地嘅影喺度，咁但係咧不至於咧即係好多個人喺度動喺度咧，咁比較礙眼啲。咁如果有啲固定嘅企喺度唔係好喐嘅人咧，咁啊都會見到嘅。咁變咗咧，相對雖然有人喺度，但係就少咗好多啦。咁頭先都講過啦，我用到十目光圈喎，咁其中好處就係慢快門，等啲人咧唔好太多大雜亂啦。另一個好處咧就係啲燈光。咁我哋咁多啲咁嘅聖誕燈咧，佢好中意咧就將啲燈泡咧就勾喺樹上面啊咁嘅。咁我哋用個十六光圈嘅時候咧，嗰個嘅燈咧就會有個星芒喺度啦，起個星星啦。咁視乎咧你啲鏡頭啊，嗰個嘅鏡組設計啊，同埋嗰個嘅光葉啊咁樣啦，出嚟嘅效果有少少唔同嘅。咁個光葉咧就可以影響到有幾多個星星嘅光芒啦。鏡組設計咧，如果我哋有機會有啲歐科嘅咧，咁歐科嘅效果係點咧，亦都會有所影響嘅。咁另外留意一下。咁如果有啲強光時有鏡頭度咧，有可能會有幅鏡喎喺啲圈啊啲孔咧，影響到個鏡頭嘅反差嘅喎，可能成個畫面咧蒙一蒙嘅一陣白色咁樣。咁如果遇到呢咁嘅情況咧，我盡量咧個鏡頭擰一擰啊，避一避，唔好俾啲強光咧直接射到。咁尤其是夜晚啦，四周圍黑掹掹嘅，咁我個燈光一射到個射燈咧，就會影響好大嘅。又或者避無可避啦，避免唔到啦，我哋可以嘗試一下將嗰個嘅鏡頭個保護鏡啊拆咗佢。咁佢少咗個保護鏡，其實保護鏡咧有幾個有反光面嘅，咁少咗反光面咧，嗰個反光嘅效果咧都會有改善嘅。啊，咁啊，而家我哋就開始影啦。街上嘅人都唔少嘅，所以我哋落腳架影相咧，最好盡量就唔好企喺路中心啦。通常咧會企喺啲樹邊啊或者旁邊咁樣，既唔會阻到人，而鏡頭前面出現嘅人咧亦都冇咁多嘅。而因为用了慢快门，所以在画面上出现的人相对看下去就会少了很多了。那我的快门大约用到10-15秒左右的。而光圈方面，为了配合慢快门，我是收到16光圈的。而16光圈出来的效果都相当好，那些灯光起出来的星星都很漂亮，大家就慢慢看看吧。
影完地面的灯饰，如果大家觉得肚饿，可以在商场吃饭。而我呢就上了六楼这里继续影灯饰了。在六楼的 Parkview Garden， 他们将个草地上面就铺满了很多的灯在这里，形成了一个好像星海一样的画面。这个效果都相当好看的，用回刚才我们用的方法，将光圈收到16，草地上的灯就会形成了很多的星星了。好在我今次有备而来，带了脚架。如果不是收到16光圈曝光十几秒的，我想手持都没可能了。大家就慢慢看下相啦。今次就讲完咁多先，迟啲仲同大家分享啊！睇完条片，大家记住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啊！拜拜！欢迎各位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只需要按订阅同埋按呢个小铃铜按，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载嘅通知啦。最后记得俾 like 我哋啊！多谢各位。